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要来啦，准备好要一起捣蛋了吗？今年 Godiva 同样不缺席，推出了一系列2019万圣节限定巧克力礼盒，包括万圣节巧克力小猫型礼盒、万圣节巧克力南瓜型礼盒以及松露巧克力礼盒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万圣节松露巧克力礼盒七颗，装新台币280元，绘满可爱南瓜灯、小黑猫等讨喜元素的巧克力礼盒，包含七颗不同口味的 GQ 松露巧克力、榛子牛奶口味、黑巧克力口味、草莓黑巧克力口味、香草黑巧克力口味、绿茶牛奶巧克力口味以及牛奶巧克力口味。图片来源 Godiva 提供。万圣节巧克力小猫型礼盒新台币550元，童趣可爱的万圣节小猫造型礼盒让所有猫奴一见钟情，内含五颗 GQ 松露黑巧克力及一盒牛奶巧克力豆，强力推荐为今年必买的万圣节巧克力礼盒。图片来源 Godiva 提供。万圣节巧克力南瓜型礼盒18颗，装新台币990元，俏皮的南瓜灯化作糖果罐，更添万圣节气氛。围来敲门的小朋友们送上榛子牛奶口味、黑巧克力口味、草莓黑巧克力口味、香草黑巧克力口味、绿茶牛奶巧克力口味以及牛奶巧克力口味的奇迹，不同口味的 GQ 松露巧克力。图片来源 Godiva 提供。另外，为了庆祝万圣节的到来， Godiva 特别推出优惠，只要单笔消费满新台币1500元，需含任一万圣节巧克力礼盒，即可获赠 Godiva 限量捣蛋糖果袋一个。活动至31分之10截止，优惠仅适用于台湾 Godiva 专门店、机场及免税店除外，产品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图片来源 Godiva 提供。今年万圣节就带着 Godiva 的巧克力礼盒，和好友们一起 trick or treat， 度过欢乐的时光吧。来源 Godiva 提供。